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喜欢打上海桥马的凯哥，视频每天更新，欢迎大家收看。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或者关注一下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本期视频三集连播，还请大家耐心看完。这个牌花还没补呢，就已经有做牌的想法。没想到对家启动的更快啊，花都没让我补，就已经启动了。牌上的还行，先打一个筒子。哇，上家把六万给碰了，对我来说倒是一个打击啊。北风抓对，抓紧开二条。上家连碰六万、七万，而且上家没花，这个牌倒是有压力了，有点着急，倒是真的。这个五万也要碰了，最后一张五万，而且六万也没了。这是蒙混一上账，但是也不得不去碰一下。还是那句话，如果上家不碰两对万子出来，这个牌应该会饼一饼，要么就是往混碰上面发展。现在下家也听牌了，对我来说，这个牌就是有听就要听，碰四万听牌，打掉六万，听东北风对倒，不再纠结。对家打东风点炮，混一色胡牌，三个花十六分，加个苍蝇21分。看一下第二副，第二副牌倒是挺好的，一上张的牌型。这种牌最简单，而且我的大字也很好，都是两头张。来五筒听牌了。两条自摸。一花四分，加苍蝇9分，小牌。看一下最后一副，这个牌缺个将，缺将打对子，传统老技能了。下家把7条给碰掉，正愁不知道怎么开搭子，现在一下子有方向。8条来将，打掉6条，一上张，来3万，先打9万吧。看看能不能再找一个搭子。这个牌不应该打8万，应该打3万才对啊，2万都没了，留个25万没有意义了。2万没了，25万也等于卡张了。这个牌没打好啊，应该是打3万，留一个3边2卡的搭子。上家听牌了。
四万抓对，那就接着打六万吧。这个牌上的是真邪性，摸第四个3万上听，这也能行啊？跟着上家打4万，下家和对家都听牌了，现在就看谁的牌先出来了。上家摸3筒点炮，加个苍蝇20分。